好了，各位，这个我们完成我们的成品，人生大成功，好像有点太焦了，可是还是很香啊，很美。注明一下，注明一下，注明一下，还是很香。哇，还是很香，还是很香，这是黑色牛奶糖。不是，我们糖比较多啊，比较焦啊，就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把它传给你，你小心拿，不要打翻了。好，严重了，什么？哇，好吃！哎呀呀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！哎呦哎呦，不会掉，不会掉，不会掉，小朋友的，小朋友的妈妈，永远都不会掉了，都烧掉了，粘住。好啦，还是要试吃一下啦，拔起来，拔起来，硬拔啦，好啊，硬尬一下，反正它就是个超大颗糖果，不用了，不用手套，地球杀手，应该不会烫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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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是很硬。它已经是镶在沙诺斯的手套上面的无限宝石了，小心小心，我靠，哎，可以，是麦芽糖，不然你再啃好，你再啃一口啊，那个糖葫芦，我的手会割伤，割离破伤，我的手真的会割伤。餐厅的展示品，割离破伤，它就是百货公司橱柜。我拔这个好像比较好拔，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困难。小哥，可以，对，其实是好吃的耶。对嘛？来，表妹一下哦。好吃哎。啊啊！表妹小心割伤。好硬哦。哦，其实是蛮好吃的。对啊，蛮好吃的，而且没有很甜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感觉比那没看过你刚用这么大的力气，我已经快整个撑起来了，我已经撑起来不会掉了。乳蛋发抖啦，我的肌肉能发抖啦。我们就是那个整个焦糖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水倒太多，所以糖就加一点，所以它整体焦糖更厚。如果但如果量是对的话，这样薄薄一层其实是更好吃啊。哇，糖稀，龙须糖的，龙须糖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了，可是还是好吃哎、欸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很好吃、欸，很好吃啊，没有很甜呢、啊。你拔这边这个没有很甜呢、啊，拔这个，你拔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对没有很甜呢、欸，比想象中不甜、欸。对啊，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吐司的那个，这关鸡排啊，它有一个吐司的味道，还蛮爽的，真的。好，留一点给他们吃了，真的，真的是蛮好吃的。我再吃一块，哇，还不错、啊。我靠！你把那个被扯开的焦糖真的变龙须糖哎、欸，整个扯在那一块来吃。你们刚有吃吗？有。你刚都吃了，你们这是新鲜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吃的时候它还是有点软这样，可爱的，它是汤状的。那你们先吃看，先吃看，好像很赞哎。现在又是不一样，我觉得好吃，真的，真的我喜欢，尝试一下看。我喜欢，那真的很硬。可是要请老板用锯子锯一下。老板，老板会先送上来，这样要拍照吗？然后大家拍完照，拍完照之后，后面再谁？打下来这样子。不是拍完照了，那我要片喽，拿个超大的刀，开始用割的，跟烤鸭一样用割的，吃一下吃一下，还可以啦，还很好吃、啊，而且已经算是超级简单的东西了。嗯、真的超级简单了、啊，失败个两三次总会找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失败两三次才成功。其实蛮刷嘴的啦。而且我不太敢咬太大力，我怕它割我牙龈。然后直接喷血，对、啊，小心小心，咬大鱼一吃，然后牙套直接掉下来，直接把你牙套挖掉。哎呦，好吃啦，好吃啦，舌头直接割下来。所以现在整个摄影棚都是那个金灿微秀的味道，对啊，那种爆米花的味道，哇，好焦啊、哦，爽。好，所以。大成功！我们都在玩游戏。哎，焦糖嘴，你要不要问一下？我好像吃一个超大的韦特糖，天敌，蛮好吃啊，蛮爽啊。帮我准备一下。阿基妹点到天敌，你现在是怎样咬不下去？很大块啊，粘在我的舌头。我拿到一块很大的糖啊，花生糖的。我咬不动、啊。我觉得他刚刚是像糖葫芦的那个皮、欸，就是对对对，有一点太厚了，太厚了。薄一点的话，应该会再好一点。哦，哎呦，真的是糖太浓了，他哦，怎样？很刺哎、欸，而且中间还有一点烫，真的意外的烫，他被跑温了，比想象中的烫。好，没办法玩游戏啊。好，游戏名称叫做 Ages of Mages， Ages of Mages the Last Keeper。本地游戏，本地游戏，来看画面，我看，
按 A 加入。啊，我是二号。我是三号。我在哪里？我是三号。我是四号。我还是不是啊？我是三号没错，我确定。我是四号啊。那为什么二号没有反应？你按左右呢？没反应。那个蘑菇。我要原谅色。我要原谅色。蘑菇头。那我要电波亮色是不是？可是不用好了。我好了，我是电波。那我就蓝色好了。好好了，原谅色。好好。当然是选择原谅他、啊。也帅也帅。我四号原谅色、哎。帽子都歪了，赶快戴好。六三就是红的是吧？好，当红榨汁机，割烂自己嘴。好想喝咖啡啊！真的，好甜，这一块糖好甜。哎呀，我没事哦。趁机可以让我更强大，更强大。可是一等而已可以。对六三的吧？有啊，有一点啊。哦，我吗？是，你要先升一个阶级。啊，好了，你升完了，按 B 返回。好。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。我们生的是大家一起用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啊？我看，应该是大家一起用吧。我按的 Y， 好，我按的 Y 就是我自己。每个人都是，可是你没点啊？对啊，我真的啊，你没点数，好废、啊。你问什么？废物。可能大家共用点数，然后去平均分配给谁？那就直接跳吧，出发啦，移动吧。A 进入，我吗？没有，你要移动吧。我，你进入又是回到按的，我没有按了，我没有按了。啊，对对。哎、欸，怎么玩啊？怎么动啊？剧情剧情别急别急，哎呦，可以动了可以动了，我是三尖儿。什么？要按什么？我什么都会做啊！哦，右边的蘑菇头，右边蘑菇头看到了。对对对，哦，我是冰，我是冰，我是来心给。哦，我中箭、我中箭了，救命！我来，啪！拜托，捡他自己。蘑菇头。你看，我丢钱呢？你不是丢钱，你是丢石头啊！你是风吧？对，你是风吧？你是风吧？你丢个小球，你是风还是石头吧？我的竟然就长这样吗？没魔嘞！对啊，没魔哎！按住这一颗，这一颗可以回魔。哎呦哦！还可以边走边回，真是和善，真是和善。咦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别颗可以用。没有，我刚吃完过。去，那就是回魔跟电击。我有。你要技能？为什么你要？哦，你刚点的火焰球。火焰球。但我已经快死了，我半血了。有血可以吃。哪里有血可以吃？如果说有血可以吃，等一下看到的话可以。好。捡钱。其实可以一直按着要换的，就可以一直进去。真的，就一直回血。对啊。一直回魔，一直电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移动。它可以移动啊。来自你的先技能，跳！什么什么都没有，我也只有我而已啦。哇，你是火风鸟弓，好短，完全没打到任何人。哇，太炫酷了！现在进入冷却期，冷你个头，再放，叮，冷却完成。他没有啊，靠！后面有小鸡鸡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努力升级，解锁更多酷炫技能。真的很酷炫，那我要努力升级。旁边有十八坨，我要努力升级。哈！太神啦！有打超好打歪了，很费要笑哎。你怎么升级之后就强了？不会啦，等一下先好用。哎，我真的要，哎呦喂，超级临界点，前面头上插了一支箭，前面一个补血的那个右上方，好，那个红色药水，我靠，大鱼血更少，不对，我血也很少。哇靠，我根本就是已经死人了吧我。哎呀，过低！哇，打完了，可以，哎，赔了，这是我哎，升级可以让我更强大，李真，好，尝试这个技能试试，没有问题，喷发冰霜，风霜以冰冻体，没有问题，哎，你有一点了，对，召唤出一个石巨人哈，够球了，哇，很强，哎，一开始你只有一点呢，介绍了，所以给你选一招，哦，你点完了，哔哔哔，你按这个就可以召唤一只石巨人。那我是什么？随处飘荡的点灰球。哎呦，随处飘荡哦，点灰球飘荡。妈，像一颗电球。村民的店铺，点球，你要想要去店铺？没有，直接尬了，那是什么店铺的？不店，先往后面，直接扁人了。图降塔，图进风，图进塔，点灰球。我怎么？我还是超级。有，你看我点灰球。然后你看我血最多，我打头阵。来，我血第二多，我血蛮多的，我先去最前面。
大家愉快召唤。谢谢大家。大家有个人偷打我。大家愉快召唤你的十巨人。啊，这边一只啊。哦，真的，直接先把我救起来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救你。连按。呀！付出。呀！对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我成功了。有血，有血可以吃，有血可以吃。好好。乌克兰诺莫西，快补满！绿巨人过来了。绿巨人呢？绿巨人，好像玉米罐。绿巨人浩克，而且哪里巨啊？比人类还矮啊！绿巨人矮巨。嘿，笑！怎么这么怪？白发了，白发了。下面还有，回了魔，回了魔，不止他的 CD。哇，小心！耶！哎呦！我来收拾你们，走一起，走一起，我打一点血，我攻击好低哦，我打电下都射过去，这攻击比较快啊，我是持续伤害，持续伤害啊，上面的要打，上面，哦，十巨人上去了，我操，十巨人一长一只啊，可以了，打完那先来拿那个，对，走，记得回魔啊 ，Weekly No Mercy Four 一直都没魔，哦，混对，哦，再混吧。有屁！哈！哇！我有火鸟弓，火鸟弓哎！燃烧吧！哦！哈哈哈！好多，好多！哎呦，快去帮他打！哇！我召唤冰霜他！看我的那点灰球！我冰霜哦，冰霜来了！哦，你冰霜！哦，可是完全没怪。冲啊，火鸟！火鸟！来，大鱼来，引关！有人吃血！我大鱼伤害好高哦！真的，你打一下一只，我靠，好！那我的点灰球，现在不会是那种玩到后面会变超哈扣的游戏，搞不好，超火又发超怪，啾啾！超酷，来个一万，超痛的啊！哎，还有右边，我来！火鸟！对，已经被清光了。你们进太快，让我表演一下可以？可以。很紧张，我刚刚也是在吹冷气啊。哎呦，更！哎呦喂喂喂！我被苹果咬一口。我也被苹果咬一口。我喂！伤害跳在那里。哎呀，过地图都成宕机，吓死人了。对啊。哎，又可以升级了。好的，选你喜欢的，提高魔力上限，冰灵基本技能。哦，这是普攻是不是？可能哦。啊，上面爱心。这普攻也不错啊。对啊，普攻。耗魔很。为冰灵技能加持更多的冰灵，太冰灵了吧？提高生命上限，那我当然是加这个冰灵啊！我要耳辣的冰灵，耳辣的冰灵，它怎么可以加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点技能。这是提高生命上限，啊，这是什么？点灰球，点灰球啊！更快的脚底抹油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你看，油起来，闪电速升，哎呦，分支，哦，要拿起来，可以电更多人了，分起来，连锁闪电，对，我要跟连锁仔。哎，我也要，只有我们两个有升级，你因为没升级就没有，只有我们两个升级啊，努力升级就有更多点数了啊，有了，没有啊，你没有要升级，好烂，按 A 出发吧，你说这样读取，走吧，守望球，球啊，守望球，每次这样读取真的是麻烦死，来我来，哇，你看我的冰脸哟，我的冰脸天下哦，哇，这太强了吧，你的主播，真的，你哇，大蜜蜂在打，哇，我的冰凌天下，哇，分析，哎，谁没血赶快吃，老婆，对，吃太多了吧，我靠，大胃王，贪得无厌啊，贪得无厌，七大罪的饕餮，真的，打王了，哎呦，可以，我来，我先，我鸟先，我的吹冷气，冲他脸上冲他，小心地上，冷气来了，耶，来，耶。动起来了，给我冰哦！我没魔了，没魔，他生气了，小心地上。阿紫，耶 ，get， 急速搞定 ，get 是什么 ？LV， 操作快，哇！去，小心后排，啊！我死！哇！冲锋天阵！不怕！跟着我的脚步！没有问题。继续！操！超级锁血我！我干你好几！我靠！大表妹都没有在。哇！我真的是钱多到没命花哎！我拿到一张法杖哎，法师掉的。哎呀！小心！你们走前面。打！哎！他说：“交给我。”不怕！我死了！帮我清
心肺复苏一下，心肺复苏术。救我！啊，我也死了。在我自己上面连打第一颗，左上方第一颗。大宇，快点，我在帮你连打，按快点。我不能动了。我按了。连打。就是有了，起来。哎呦，有，是，马上被大表妹捡走了。哎。我又中弹了。大表妹要记得按你的技能啊！妈的，好爽个屁！我血最多，交给我。爽个屁呀！大表妹，你要放你的紫气。有，大表妹紫气。哎，我打这也会过血。不会，看起来没有问题。但我分体闪现，其实怪我就一只眼。可是怪很少一只啊，这还蛮有用的吧？直接封门。哎呦，我有那个红色的。哎呦，红色是高射炮。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差点打到，滚！切放火鸟，还来，哇，这火鸟超不准的，哇，你顿时在前面一夫当关了，大表妹，是我，冰冻加大表妹的力，敢没有问题，大表妹有225块，什么都没做，真的，大表妹。丢石头超没存在感的，可是你石头伤害最高啊！石头伤害最高啊！大宝妹捡了一堆钱都不做，然后你还有十句啊！那要上去，要上去！我来，注意，来，右边的交给我，我也来，我妈超级范围技，但我超没存在感的，好，捡大家掉钱。哎，要高手来了！搞什么？喂！点回球！行！溜！往右走，悠起来，悠！哦，要卡一下，真的，好像可以去商店买个东西了。哎，你可以点了，选喜欢，好像这一趴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睡，好游戏。因为我们要吃冰棒啊，然后已经20分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吃冰棒好了。今天不吃泡面，吃冰棒。吃什么冰棒？还是下一趴吃啊？也可以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进广告好了。下一趴吃好了。好，进广告。